2019年之前看到我，你才会觉得那个叫白面书生。 我跟我哥都变黑了。叫你人，啊，一千来啊，贵价一千来了，好来啦，来啦，好来啦，贵价，贵价啦。
免食食，食食，但免搞食，但是不能搞食，你快头讲起，但是不能搞食，你快头讲。有啦，较细只的有啦。真正系两只，你大只只，几只？你快走啦，来啦！你五只够，你五百了。再够五百，几只？五只啦。好啦，来啦。之前有助养，有助养。不过那个我们助养好像只能助养到高中毕业。助养金我记得是一个月有分600跟1200。快点！我把现在400，300，你再出来，你知道吧？百七比百七还，那我出来。然后静静买了这台小玩具来拍片。我的新的小玩具，老板进来，老板来。老板进来。欢迎小家长，帅儿子在东京机场吗？有啊，在台中东京机场。用车用电用车，电电干嘛用？弄你啦，弄家伙啦。是的，大疆 DJI Small Asia 2。阿爸好了，阿爸喂啊。再买呀！我买好了。今天帅儿子那边不是我哥去的啊，我哥在那边拍。那我今天跟他换场，最近跟他换场，因为他最近有一些事情，有些场他没有办法拍，所以我就跟他换场一下。哦，去嗰啲跨钱，跨一跨跨真系要出气啊！不是可怜，我中意一个跨钱我先啊。你咧惊惊晒啊！你咧惊晒，来啊！300，我真系300无啊！还好，我认真跟你说，大疆这一台还是有缺点。第一，它夏天的时候一定会变得非常热。我测试下来的结果，它夏天一定会变得过热。然后它充电非常不方便，它的充电一定需要那个第二载体下去充它。然后本机的记忆体的影片，你要把它读出来，你还是需要透过第二载体去把它抠出来。所以而且重点这一台呢，你要想一下。它的本机因为没有电池可以更换，所以势必会出现一个问题。几百次之后电池衰退，本机
三百了，会越来越不耐用。你管三百块啊？三百块，三百块。他大疆这一台，唯一可以让我给他觉得是优点的东西，就只有他夜拍的效果比那个 GoPro 好一点。那至于它的收音效果也没有比 GoPro 好。因为我自己本身有 GoPro 890，所以我知道我 GoPro 用很久，所以任何东西一比较起来，我就知道这一台跟 GoPro 相比的好跟差在哪里。那你如果是喜欢做那个户外活动的话，那我就建议你是要用 Insta 360。因为 Insta 360 Osmo Action 1 Osmo Action 2 GoPro 890都有。目前没办法线上买，可是怎么看不到帅儿子的？帅儿子的你要去 YouTube 上面看，搜寻 Delicious Thirsty 我看得到，要不然你搜寻海鲜叫卖直播一样看得到。二五，它有外接电池没有错，但是本体的电池未来如果衰退的话，那你就是等于外接就要一直接着啊。而且这个外接的本第二电池，这个外接电池这个东西，它又含萤幕，所以它就算未来势必要卖，也不可能卖得很便宜。它的缺点就是昂贵啊，我只能说它未来如果过保之后衰退之后维修什么东西方面，就只有一个缺点，昂贵。不会像 GoPro 还有副厂的可以用。上个礼拜我儿子说想要去动物园玩，所以我就没有直播哈，还是以儿子为主，而且我儿子也很乖哈，至少他不会抱怨说为什么爸爸假日都不在。要卖500哦，最少500要卖哦。你先看一下，这么大一只，500就好，我把5只给你，6条给你啊，6条给你500，1条剩下80块好不好？1条卖你80而已，500啊，1条80块而已啊，哦，好不好？不用分两袋，公鸡哦，我打公鸡。因为我上你几杯啊，我上你几杯，我都公鸡。来，五百。我喜欢上海啊，嘿，我公鸡。加油，你都不接，哦。不要哦，不要你打台机，不要，不要，我你妈公鸡，嘿，你老公鸡。不接，五百。多加，哇，这多加，哦。过来。来，我要存三块钱，三块钱，500了，来，500，2500，250，500啊，500。所以未来如果我儿子还是会想要去哪里玩的时候，他跟我讲的时候，如果跟我的直播时间有冲突到的话，我当然还是会以我儿子为优先啊。谢谢，叫我到一点，先看来，来谢谢，来来，来我还有钱，哎呀。没条件，没条件就买了。没条的，然后没条件。1500，能到好了吧？八年了。对呀，一样。哎呀，要是没买啊。
竟这两年一直都在拍影片哦，其实没有太多时间陪儿子。所以还是希望你能有多的时间尽量是陪儿子啊。所以我原本中午有其他事情，但是我想了一下，我后来还是把它推掉哈。中午陪儿子吃饭。因为可能再过几年，我儿子接下来就是同学比较好的，然后接下来他就会开始把1000块、2000块拿来，我要跟同学去看电影，我要跟同学去唱歌。他能陪你的时间大概是国小之前，国中之后可能就是同学比较好。非常好，非常好啦，非常哎，太有样气了。喂，你黑啊不黑啊？Peter Guo， 你深深有感是不是？七块啊！回两百能包哎，回两百。加油！回两百。两百，也不会啦，尽量跟你的儿子有相同的兴趣，或者是他有兴趣的事情，让自己强迫对他有兴趣，那这样子就比较有话题了。像我跟我儿子的话题比较多是什么游戏？我想买，聊蛋堡会不会很翻脸？不会啊，你要聊大麻烦。要聊健保也行。其实我也觉得你聊那些歌手会不会觉得很叛逆，还好吧，每个年代都不太一样啊，难道还要在那种戒严时期吗？像我爸以前，他说他年轻的时候那个烫一个黑人头的那种发型，然后就被警察抓进去警察局把他剃掉。我爸以前也很叛逆啊。我爸以前留长发，年轻时留长发就会被警察抓进去警察局关照了。干嘛？然后你说聊蛋堡会很叛逆吗？不会，因为我们那时候聊什么？聊热狗啊。我们那时候的歌手就有谁？恩加、豆哥啊，热狗啊。
最严重。失败。太好了。阿爸，谁会啊？我是。啊。哎呦，你好嘞，恭喜你啊哟！有五件买咗啊，我哋今日买个彩件啊。啊，我不在干嘛？来买呀！你做多几件啊？我哋做两件仔。啊，你啊！啊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跟你好玩啊，你听。来，我们听。我再给我们摆柜啊！摆，跟你阿伯摆，你摆来了，我都处理了。给我，给我们摆好嘞，摆过来了。哎呀，我都处理了。这么快哦？不等来哦，不等来哦，你来我，你来我，你来光顾啊，你来来，老李。哎呀，没下班啊？老李没下班，我。对啊，小孩子比较像老爸，小孩子比较像老爸。啊，都讲好，今晚有小姐。我哪里？哎，我好来，我好了事啊，我都唔，我陪爱陪人都来，爱陪人都真少听字哦。你在笑哦？唔知啊。别来，别来话，我哋买做成，依然负担。你刚拜是恁囝在讲啊，我让阮老爸赞助的。拜好诶，你拜我赞助好多钱哦。拜我伊来拜时间啊，赞助了不赞助无钱。拜我伊嘛赞助好多钱啊。我拜你拜我，我平算你了。啊！你不要见到互相赞助咩？拜我哎，拜我，我拜我这，我拜我个。哎，你拜我可怜哦，可怜，你拜我可怜，我知。你不许做啊！我做这样无啊？你先啊！你讲话无紧啊？啊！打咩了？别的不用啊。小两口两，你看像你搞，教育的问题是这样子，很好玩一点。但赶快来，我们现在是年轻人哦。我爸妈，你就留着来。我念书的时候，我爸妈觉得我很叛逆，我看那些东西，他觉得我喜欢的东西，他们都看不顺眼。未来我们可能也会看我们自己小孩喜欢的东西看不顺眼，一代一代都是这样子。只能怎样接纳他。只要不觉得太过于奇特的观念能接受，就接受它。贵的哦，你帮我小弟啊，这谁啊？你这，怎么样？能卖？没有，老板就两个儿子。大儿子。我搞一千元，哎，一千多少？一千元，手机很差。二儿子，二王，就这样子。来，要死不要钱，钱能包了，钱能包啊，钱能包啊，不行。小孩如果是同性伴侣怎么办？你也只能接受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天生的，他不是后天形成。
儿子今天在东兴市场卖，台中东兴市场。如果有个同性伴侣怎么办？你也只能接受。好，我也说你也只能接受。以前是不能浮上台面讲，现在是能浮上台面讲。可是你认真的去了解一下哦，因为我从以前就知道，因为我同性的朋友也不少。我跟他们聊过，是他们从小就喜欢男生，他出生有办法的就喜欢男生，如果没办法接受你来光光处理啊，越动不接早点，我都没好生啊，我也只能跟自然、因为他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性向啦，那你如果不能接受就来动作，你没生气早点，没生气好生，我只能这样跟你说啊，但是未来势必会不会接受，你还是会接受。白痴啊！白痴啊！看我。